好，我们现在用完的暖暖包，我们现在开始把它加热还原。好，这个已经差不多加热快大概8分钟了。好，它已经差不多已经整个都快要澄清了，我们来拿，哇，超烫，炒的都可以的，看一下。哦，看哦，差不多了哦。好，可以换另外一个。好，那这个差不多完成，我给它换下一个。好，那给它放在旁边，看那个加热后感觉。哦，变回原来的样子。好，好，我们换上下一个。第一个给它加热，大一点，像在煮东西一样，有没有？这个是化学暖暖包，它快好了哦。我现在已经煮了大概6、7分钟了，哇，有点黏住哎，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会有点溶掉了吧？Oh no！不会吧？像有点焦掉了。是塑胶胶了吗？Oh no！这暖暖包都坏了吧？行啊。好啦，还原啦，又变回来了。好，暖暖包，可这个好像有点受伤了。我的化学暖暖包又还原喽，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用了，等它冷却。